不必是妹子啊，萌妹子哟。玩过波比的都知道波比有多萌，蠢萌蠢萌的波比真的是蠢萌蠢萌的。波比现在这个形象真的超赞的，就是角色设定。波比现在这个角色设定真的超赞的。真的波比现在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很有趣的啊。感觉这个时间点有点危险啊。果然可惜傻晕了一下。哎，波比同学，你这个就不应该啊。
啊，漏车了，不开心。因为双 buff 对我来说影响也挺大，是长官。想太多，啊，尴尬。他这个 QQ 到了，就是有点伤啊。
这个乐坛搞得我好尴尬啊。谁说没批出来？嗯，被对面的这个打野抓了一波，然后下路掉一塔，这样。大招你凶什么？一步刀全漏了，尴尬。
前面看看路。咋？江郎不敢反了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他们应该看到我了，好像过来帮我。尴尬，差一点点啥？有引燃就好了。我操！尴尬，我该去带下了，我觉得。
搞不了事啊，现在。这俩屋都没有换掉人，如果能换到人的话就好了。这波飞机不在汉克斯，哇，吓我一跳，还好没有被打到。是长官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哇，我们还掉了一个血晶吗？
整装待发。哇，奥巴马太瘦了。被赏金大招打了好多血，不过我当时应该闪现一下，有点尴尬。女枪大招杀下去的几段可怕了，先稍微缓一下。我刚刚闪现什么时候加哪里去？任何的走位都是在浪费支持啊，这个道理你可不懂啊。啊！闪现浪费，靠！这波好坑啊，坑炸了！虽然说结果是很好的，但这个闪现好，天了！
杀闪现撞死。我不扛还你扛完的，好了行，现在下一步最后一步操作那个闪现很尴尬，但不管怎样还是立功了。